原标题，清代的文人墨客在扇子上寄予了怎样的文化内涵？团扇团扇，美人病来遮面。玉颜憔悴三年，谁复商量管弦？弦管弦管，春草朝阳路断。清朝如花似玉的女子，手持丝绢团扇，摇曳去暑。在外出时，略用团扇遮一下烈日骄阳，或在遇到外男时，以扇子遮面，含羞带怯。这是怎样的一种意义？似乎团扇专为女子所定制，于是女人和团扇便不再分开。团扇在清朝，团扇是女性的专用之物。团扇又称宫扇、完扇，其出现远早于折扇，因其形状如月，暗含中国人圆满之意，自然很受人推崇。清朝团扇上面多用半透明的材料制成，呈现出轻盈飘渺的感觉。团扇立下位置，内部府就送来了新的扇子。宫内妃嫔虽一年四季手中多执宫扇，但随着时节变化，扇子的形状、扇面上的花样、扇柄的材质也多会有一些变化。宫扇一般式样多为上宽下窄，扇柄也多用和铁暖玉、羊脂玉、翡翠等珍贵材料加工制成，有些还会在扇柄上雕刻鸳鸯、如意等吉祥花样。这样的宫扇多用于帝后、妃嫔把玩，已经失去了实用的意义。雍正年间，曾有浙江官吏给皇帝上贡一把宫扇，请扇书画者用墨在扇面上做出一幅玉堂富贵图，整个扇面并不大，但扇面上却是雕梁画栋，院内装饰着奇石流水，有小童于石榴树下蹒跚学步，周围仆子或手持茶壶立于一旁，或小心跟着小童，唯恐其跌倒磕碰。院落另一边有一人于廊下焚香以茶，虽不曾标一言富贵，但其文房清宫、庭院格局无一不彰显此府邸的富贵。在民间，团扇也深得内侍喜爱，清朝诗词中多有反映。醉来浮上桃声，熟罗扇子两清，一霎荷塘过雨，明朝便是秋声。既否清婉小扇，又几番凉热借扇子刻画出少女种种情态或愁思，可见扇子的功能已大为扩展。纳兰容若增云，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使秋风悲画扇，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。可见画扇子的确是一件极有情调的事儿了。清朝画扇并不只是简单的用笔墨在扇面上绘画写字，一些女子的团扇上也多绣着吉祥富贵、海棠花鸟等。画扇扇子有时还被寄予丰实的文化内涵，清人有与折扇上题诗作画赠送友人的习俗，表喻有情别意，还有文人在扇子上做扇联、扇谜等。一日，袁枚行至天台山，有和尚撞钟击鼓，见袁枚来，请他进寺院礼佛。但袁枚素来并不信佛，又不好意思直接拒绝和尚，烦扰之际，心生一恻。他从怀袖中取出一折扇，随后用笔墨在扇面上题诗一首：“逢僧我必依，见佛我不拜，拜佛佛无知，依僧僧现在。”并将此诗展现给众僧观看。除了在山上书画，女子也常会在团扇上绣一些花鸟虫草做装饰。清朝一些歌舞百戏中也常用扇子做道具。闺中女子多用小画扇，寓意含羞。文人雅士多用折扇，张张合合，自是一番风流。贩夫走卒腰插一把大菖蒲扇，象征其社会地位。不同的人拿着不同质地的扇子，不同质地的扇子在不同的场合匹配于不同的用法。文胸五度僧道领，梳口一袖眉上肩，事关大体，扇错了风都属于僭越，一丝一毫错不得。清朝一些文学作品中也常有扇子的影子，《红楼梦》里
扇子出镜率尤其高。石呆子因几把名贵的古扇被假设盯上吃了官司，弄到身首异地。袭人赶着去送扇子，才在沁芳桥上被饭吃的宝哥哥当成待遇，吐出一段浓情蜜意。撒娇弄吃的晴雯也多亏撕了几把扇子，方才破涕为笑，转身为喜。宝钗借扇机以双敲，清朝还出现了以扇为媒的扇戏，如桃花扇、沉香扇、芭蕉扇，在清朝某些地方有亲友互赠扇子的习俗。扇子还常出现在皇家的仪仗里，龙精凤煞，翅与魁头，颇为壮观。至于寻常农民，大多数用蒲扇，雍正耕织途中他本人自办的老农也不例外。高级官僚流行凋零扇，贵重的有值纹银百两的。无论折扇还是团扇，都是在使用这个本质上的进步，是对生活之美的发现。他们经过被遗忘的岁月后被重新拾起，也已脱离其生风的本意，而是变成某种完全情绪化或文化的东西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